就那个他就是我女朋友了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比我晚了，别弄死我。够吗？这是拍花絮是吗？花絮。我觉得这里要想一想，回来就有点麻烦。对，你们这个点想一想。就我觉得你要离我很近，不然的话我不会尴尬。对，我转过来的瞬间。你装着吧，那。回，他会回去了。他说：“老板上。”你每天跟他说你跟人打架挨了刀子，这肯定骗他吗？你说没看到你有刀子？搞错了。然后小陈这边吧。小陈，我想死你了。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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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不是，还有台词呢。他是最后一巴掌摔上去。对，这两个情况下我肯定。快点，别不舒服就行了。别不舒服就行了，舒服吗？过来就说小陈，然后就说卓兰就是你女朋友啊，然后你就说怎么了，然后怎么你个 gay 你还在说有女朋友，然后就说陈奕晨你有什么资格说你说跟在他旁边就好了，然后在学校不需要哄骗泡妞，泡的都是妞，主要是外面有这个东西还挡着我们两个人，随便你跑不了，在这儿咋样可以吗？来，那你在里面，这好，哎，你这个好，这像新娘子，这好。你进化了，退啊！你先退点，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还得往后退，往右走，好，没了，好，哎，没了，回到上前，回到上前，到头。好，来，准备。好，来 ，roll。好，25秒复原一次。别走了，拿灯盏照着。来，准备。不是，裸照。